从林学院教师到股坛风云人物，从生物科学到证券指数，从虚拟网络携手到现实资本大亨，这些本来距离就如同中国和加拿大一般遥远的概念，被一个叫唐伟珍的中国移民联系到了一起，并如同他迅速地融入加拿大一样，他把这些概念也一一顺畅地糅合到了一起，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黄皮肤的巴菲特。他从一个中国湖南小工商业子弟，一个林学院大学教师，一个在美国的生物学访问学者，一个加拿大的生物学硕士，一个多伦多医院的生物科学家，在经历了16年加拿大资本社会的熏陶之后，变成了一个网络股市的奇才，一个在朋友中声名显赫的基金管理者，一个享誉全球的华裔金融专家。这就是现任唐伟珍投资与信息公司董事长唐伟珍的传奇故事。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海外华人基金合伙人公司总裁、中国巴菲特加拿大合伙人公司总裁、唐伟珍财富俱乐部主席团主席、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荣誉主席、连续3年 eTrade Canada 顾问、湖南同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创会副会长、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2004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世界最伟大投资人巴菲特投资理念与实践中国报告会特约唯一北美华人巴菲特专家、2005年亚太总裁协会主办的省市长与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特约嘉宾、北京密云县经济高级顾问、中国商业联合会举办的0506华裔经济领袖影响力论坛及区域经济合作洽谈组委副主席、首届北美华人财富论坛多伦多峰会主席团主席，这些耀眼的光环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头上。正是因为唐伟珍以自己十几年传奇的投资故事、过人的投资天才、敏锐的投资目光、不馁的投资精神，使这一个个光环更加璀璨夺目。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宽阔的领域，是一个人们都需要接触或认识的一个领域。熟悉北美生活的人都知道，投资理财的行业是新移民首选的热门行业之一，很多人也都自称是理财投资专家，但是做顾问的多，做代理的多，真正像唐伟珍这样亲自操盘的却不多。而且经过股票市场大浪淘沙之后，能够依然坚持在这片汪洋中执着前进，且从小山板变成航母群的人则更是寥寥无几，而唐伟珍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可以这么说，唐伟珍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人。也许有人不相信，其实翻看一下他的履历就可以得知，从上大学到最终在加拿大获得生物学硕士，他的研究领域始终在林业和生物方面。在他1987年离开中国远赴美国的时候，中国的股市还没有开张。对处在当时中国的唐伟珍来说，股市和天方夜谭是一个概念。我们不仅要用餐饮文化来影响世界，用科学技术改变世界，我们更需要用财富的知识和理念来丰富我们的世界。然而他对金融的热爱和强烈的兴趣是原有专业和原有工作经验所无法逆转和干扰的。他认为自己在金融上的悟性和思维方式和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大亨巴菲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从开始为几个朋友买基金，由于收益显著，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唐伟珍会钱生钱的神话从他所在的多伦多病童医院传向了多伦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找他做投资的人已经发展到100多人，资金也从当初的4000元迅速增长到400万，其中盈利近100万。这对一个刚刚完成学业才步入加拿大社会的新移民来讲，说是个天文数字一点都不过分。你说谁
做一个投资生意，一年里面来了100多个客户的呢，这里面肯定有窍门，那肯定有奇迹，有不同。1996年的时候，唐伟珍决意辞去稳定和令人羡慕的医院工作，创立自己的投资与信息咨询公司。在金融这块新的领地里，他不约而同地和金融大亨巴菲特采用了同样的经营策略，那就是不赚钱不收费的原则，也就是为顾客和自己从市场上赚钱，而不是从顾客身上赚钱。而且他利用自己勤奋好学的长处，对美国的股票、互惠基金、外汇买卖、外汇期权和金融期货进行了深入仔细的研究，在常年的投资中获得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从容地保持每周1%的回报，每年则在30%到52%以上。